可是海豚会是上下摆动的。好，我们来了第二位主角，这一位呢是花纹海豚。嘿，大家会觉得说，哎，为什么它长得好像不太一样？它是嘴巴断掉了吗？不是，它是不同品种的海豚。好，一样看看它嘴巴的牙齿，有没有发现跟我们平比长很多？它大概剩六颗牙齿而已。那这种花纹海豚呢，它的牙齿就大概是4到14颗左右。好，那我们这只叫大花。好，那它为什么叫花纹海豚？最主要原因，它会随着年纪增长，它身上的白纹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白，所以才叫花纹海豚。好，那外形的特征呢？除了它们的头大大的，嘴巴比较短以外，其实眼睛、气孔这些大花也都有。好，包括呢，它也可以看出男生或女生。所以我来考考你们好了，它是男生还是女生？男生吗？是女生，对，她也是女生，也是一头母海豚，因为她有乳腺裂。好，那大花呢，它哦，其实啊，因为牙齿比较少，所以它在户外，在野外的时候，它大部分都是去抓一些头足类、套丢章鱼这一类来吃。